あなたが青く見えるなら、リンゴもウサギの体も青くていいんだよ。好きなことは趣味でいい。これは大人の発想だと思いますよ。悔しいと思うなら、まだ戦えるね。でも、好きなことをする努力家はね、最強なんですよ。俺の心臓は今、動き出したみたいだ。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Gray。 今天我想讲的作品就是我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Blue Period 蓝色时期。今年10月份这套我最喜欢的作品迎来动画化，原本我打算等埋动画完结先出一期节目，好好讲下这套对我影响巨大的神作。点知动画目前播出三集，对于动画的品质实在是不如预期。先不讲画面贫穷，最重要的是删除了大量的心理描写，导致节奏过快，令到作品中角色的挣扎完全没办法呈现于观众眼中，甚至引来不少观众对该作的误解以及劣评，这点我实在没办法接受。我认为我有必要为该作澄清，并强烈推荐大家去看蓝色时期的漫画，一套不可多得的神作。蓝色时期是由山口飞翔老师于2017年开始连载的青年漫画，该作在动画化之前就已经斩获相当多的奖项，例如2020年漫画大赏第一名、港谈社漫画赏大赏等。 YOASOBI 更在2020年以蓝色时期为蓝本创作了神曲群青，由此可见蓝色时期这套作品的品质之高和在业界的良好口碑。今天我就想很主观地分享一下为什么我认为蓝色时期这么好看，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套作品，以及我自己的小小心路历程。故事大概讲述主角齿口白虎，成绩优异，又可以兼顾玩乐，看似过着非常充实生活的白虎，心中却一直感到空虚，自己如同一个空壳一般，望着足球比赛中因努力而成功赢得比赛的球员，感叹到这份感动并不属于自己。某日在见到美术社学者的画作后大受震撼，以此为契机逐渐立定考入东京艺术大学的志向。白虎此时此刻先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心脏的跳动，在仅有的一年时间内，为了实现目标拼命学习绘画技艺，跌跌撞撞的同时遇见众多既是对手亦是战友的人，一同朝梦想迈进的故事。故事大纲可以为相当王道的展开，其实和另一套我非常喜欢的作品《食梦者》是有几分相似，但两套作品却又有决定性的差别。如果说《食梦者》是教识了我何为追逐梦想的美好和甘甜，蓝色时期就是教识了我追逐梦想的痛苦和艰辛。正如其名，蓝色时期这套作品整体的氛围都是相对压抑，真实描写每个角色心中的挣扎和纠结，理想和现实的交织构成了这套蓝色时期。我会说蓝色时期是我看过这么多作品里面最能够和我产生共鸣的一套作品，导致我观看的时候经常可以代入当中的角色，又或者对于当中的剧情是非常有感触。观看该作很多时明明不是什么催泪感人的剧情，但就是莫名令我流下眼泪。由高考篇去到大学篇，白虎所经历的种种迷茫，正正就是和白虎年纪相近的我现在都面对的大部分迷茫，然后同为追逐梦想之人，过程中所遇到的痛苦亦令我感同身受，仿佛在作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影子一般。我相信大部分读者都绝对可以在作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身影，因为当中所描绘的正正就是青少年必定会经历的烦恼和挣扎。就好像作品开头白虎内心的自问，同时亦是作者向观众的提问，喜欢的事情当作兴趣就足够，有必要为他赌上自己的人生吗？这样做有什么意义？相信这个问题大家或多或少都自己思考过，又或者试过由长辈口中听过，有几多人心中的那团微弱火种就是这样被扑熄了。而作品中透过佐白老师坚定地将答案讲了出来，将喜欢的事情放在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位置，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年兴致勃勃向屋企人分享自己的梦想，说不定当时自己想听到的就是一句这么简单的说话，说不定当时自己所需要的就是这一点的勇气。
我唔想知道对社会有咩价值，社会认为应该要做咩，我只系想知道对你而言咩系有价值嘅事物。即使你视若无睹，佢都的确存在于你嘅内心之中。我喺以前嘅影片都讲过，与其因为去思考失败嘅可能性而踌躇不前，身为学生奋不顾身嘅冲劲，万事都要尝试嘅勇气，正正就系身为学生呢个特别身份嘅特权。我哋可能冇钱、冇地位、冇能力，但有嘅就系不断尝试去失败嘅资本，从事热爱嘅事情，先能够感受到自己嘅心静用力跳动。呢个状态下嘅自己系最强大，亦系最真实嘅自己。讲咁多，我想表达嘅事情其实都系非常简单。其实做咩都应该可以啩，毕竟人生系属于自己嘅。其实作品当中仲有非常多由山口飞翔老师向观众提出问题的环节，然后作者都会再给出自己的看法，好多时候真的一言点醒梦中人，成为了继续努力的动力，给予了继续努力的决心。就好像龙二的那句，会不甘心就代表可以继续努力，就是一直推动我的其中一句说话。讲了这么多关于追梦的积极看法，现在就来讲下一些负面压抑的看法啦。如果要讲蓝色时期最令我有感触的一句说话，一定是这句，就算是做自己喜欢的事，都没可能一直很快乐。开始制作影片的这一年间，我由衷对这句说话感到认同。作品中所描绘的是白虎转变的过程，由一开始初次接触艺术，就好像小朋友开封礼物一般感到兴奋不已，即使最开始自己没有技术又笨拙，画出来的成品更加是惨不忍睹，但非常开心，初次找到自己的兴趣，自己所喜欢做的事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往往是最开心，可以感受到最纯粹的快乐，但随着时间过去，自己进步了，可以比以前做得更好，却开始思考一些无聊的事情，寻找捷径，希望进步得更快，如何迎合考试要求获取更好的成绩，失去了最初的热情，画画甚至变得痛苦。我自己也可以说是如此，最初因为喜欢动画，想跟更加多人分享自己感受到的感动，却渐渐变成在思考什么影片会更加多人看，自己的创作好像变得不再是自己的创作一般，而是为了迎合大众口味而形成的产物。我就是在这个低潮中遇见了蓝色时期这套作品，当读到这段剧情的时候，我真的毫无预兆地流下了眼泪。我明白到即使是做自己最喜欢的事，都会遇到挫折，会有厌倦烦闷的时候，挣扎和烦恼都必然会随之而来，在两者之中来回纠结，永不终结。只要我不放弃，这种烦恼就将会一直伴随于我的心中，但却亦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再是当日透明的自己，即使我依然是社会眼中泥沼中的愚者。对于有梦想又或者正在实践自己梦想的人，我好想同你们分享一下少少我自己的心得，享受痛苦，品味迷茫，不忘憧憬。影片差不多来到尾声，我就做个小总结。我真的非常非常强烈推荐大家去看蓝色时期的漫画，可能是对未来彷徨的你，可能是需要一些勇气推自己一把的你，可能是追梦路上遇到樽颈处于低潮的你，说不定可以在蓝色时期这套作品中得到一些启发，说不定它是一套改变你人生的作品。好，今次影片就到这里，如果喜欢这条影片，记得在下面按力告诉我，又或者你对于蓝色时期这套作品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讨论。接下来我都会制作更多 ACG 相关的影片，有兴趣就订阅我的频道，都可以去追踪我的 IG 和 Twitter， 了解我平时追番的即时感想。我们下次再见，拜拜。